여기 엄마 不行，公老弟弟大小便呢。暂停，暂停。外星人就是靠不住。一眨眼，我们已经输四分了。算了，这不怪你。我提议换人守暗铃，塔塔太天真了。同意。防守就交给吴刚烈侠，保管万无一失。不行，要让武力最强的人来守暗铃，这样在前方冲锋的人才能没有后顾之忧。你看我干嘛？人家可是淑女哎。既然是淑女，就别乱跑了，留在家守住暗铃就好。侯爷的这个安排很科学。没错，莎莎防守绝对可靠，铜墙铁壁。地球护卫队的大本营就交给我了。加油！我们杀过去！地球护卫队出击！你们一起上吧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一起上！要去就去！吴刚烈侠锄强扶弱，怎么会和女生动手呢？死胖子，我们是在比赛啊！哼，我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。你就是个猪队友。只会保护地球，爱护弱小，绝不欺负女生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和女生动手，所以你最好放弃抵抗，吾绝对不会为难。请你认真地对待比赛，在公平的赛场当中，竭尽全力就是给对手最大的尊重。凭你们的实力，还是三个一起上吧。什么人才会养出你这样的女儿，这么傲慢，这么嚣张。
协力，就一定能把比分追回来。小猴子，怎么追？听你的。莎莎武力最强，直接去进攻。塔塔跟着莎莎，伺机行动，我来守安陵。我已经无法再相信你们，只有自己守卫大本营，方能放心。只要有吴刚猎侠在，绝对不会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就你说大话的胖子，外星人，吴警告你，不许再叫吴胖子。这种危急时刻，除了吴刚猎侠，还有谁能扭转乾坤？周志摩，那你就看大门好了。莎莎、塔塔，我们走。这次看你往哪儿跑！莎莎，等等！弹力神通！莎莎，我们人盯人，你就对付菲娜。塔塔，到。尤拉就交给你了，我去他们大本营解决机器人。我还是去对付机器人吧。你怎么对付机器人？你去搞定尤拉呀，你不一直都是第一名吗？尤拉不是你对手。谁是第一呀？快让我瞧瞧。塔塔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小塔塔，你舌头打结了吗？我吹牛不打草稿，居然说自己是第一名，你口气真不小啊。你明明就是千年第二，手下败将。算了，你去对付机器人吧。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管不了了。这种时候，只有吴刚猎侠亲自出马，才能力挽狂澜。看吴给你这个天降奇兵，正义无敌，刚烈无限。你真够狠的，拉纳特工队六分。大功告成，可喜可贺呀！拉纳特工队六分。
现在怎么办呀？照这样比下去，我们肯定要输了。难道地球护卫队刚登场就要失败了？现在只有团结一致，全力反攻。但是朱志摩，这次我保证全力配合大将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们上。好，我们商量一下新战术。所以说冲动是魔鬼。无限补充点能量，等我补充完能量一下子解决他们。小心点儿，别弄到我衣服上，糟死了。我想到个办法，待会儿我们先这样，然后呢？我看行。可以，是可以的，但是我需要塔塔的配合。好吧。胜利是地球护卫队的。小 Q， 你说是不是？想用这些来暴露我的行踪，太吓人了。这次看你往哪儿跑，接受吴正义的制裁吧。有了，中计了吧？正义的子弹已经给你打上不能抹去的印记了。真恶心，我不玩了。真是个傲娇的小姑娘啊。这种打法确实挺恶心的，但是管用，胜之不武，兵不厌诈。干得漂亮！耶！我终于赢你一次了。还是那么幼稚。不过恭喜你，在地球找到了新朋友。你们是来暗灵的吗？没错，吴不和女生动手，但是邪恶机器人绝不放过。塔塔，朱志摩，我们上。塔塔，B计划。看招，正义怒吼。小 Q。
就是现在。这样不好，只要你们不去艾玲，我们可以好好聊天。塔塔，你到底有没有他的资料啊？他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我查查。菲娜让我保护艾玲，所以谁都不能碰他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派派，你们可以叫我小派。你们是谁？我们吾乃地球英雄钢烈侠，伸张正义，维护和平就是吾的使命。钢烈侠？资料库里没有钢烈侠。吾是新登场的英雄，你的资料库该更新了。经过扫描，你体脂含量过高。你说什么？吾可是标准身材。看着我，吾来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标准身材。菲娜，友情提醒一下，我们的大本营快丢了。菲娜，我好像动不了了。让吾来拿下历史性的一分。想都别想。地球上的小姑娘都好可怕。刚才是谁说的兵不厌诈？开动，分离！比赛时间到！居然得了个零分！比赛时间到！小秋，你是好样的！菲娜，我们走吧。分数说明一切，拉娜特工队胜。最后还挺精彩哦，你们这队的潜力不小哦。口不对心。失败的同学不要气馁，今天你们都很努力，大家的表现都很不错，接下来你们要再接再厉。但是我们已经被淘汰了呀。振作，今天只是预赛，一个月以后还有一场决赛，胜利的一组将正式被录取为 BEA 的初级特工，所以要抓紧接下来宝贵的训练时光，加油哦。真的吗？保证努力训练，成为合格的特工。你们也是哦，不要拖吾的后腿哦。说的对。嘿嘿。